哎呀呀，话说这桥之前被谁踩坏了来着？林工，看不出来你还挺重量级的。当然，桥坏掉这点小事，利用你的家伙来两下就完事了。不过还是控制一下你的食欲比较好。喂，修好，修好。啊，简单。好，接下来是要把，哦，熔掉了。又是一个路程，啊哒！哦，红色的轮路道，珠穆轮路道。这个是火的话，就用。这样冰的没有地方可以那个，不对，它可以用它上面的火去烧冰的。哦，哎，又有一个盒子，哎，哦，得到了珠穆轮路道的眼睛。作为味道核心的珠穆轮路道的眼珠。哎，怎么了？刚才那是不是大神混蛋的喊叫吗？肚子又开始吹饭了，架子挺大的。嗯，不会是大神的家伙已经等不及吃咸菜？天空，齐道天解他，不会有事吧？这个房间。乌鲁沙场禁止玩球。嗯，天花板上是飘沙子下来啊。天宫，这咱得慎重些。小心流沙。嗯，好危险。这颗球要推去哪里？先在这我看，有眼睛，鲜花。哎，嗯，刚才沙尘飞舞的时候，我那一瞬间觉得眼前的悬崖出现了一条路，有吗？啊，真的有路啊！一张走过来，然后。有个机关，我们吹个风，看到这个，所以我们是要把那颗球推过去吧？哎，这样撞的，这样我的小脑袋瓜会不会受不了？它会不会掉下去？哦，不会不会，滚进去。哎咻！好像有护栏。停停停停停！再吹个风，我从这边直直推过去。啊！别掉下去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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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再抽一下风。啊！
冲脱一下。吹个风，嘿，直直往前推就好。去吹，哎，啊，用生命滚球啊！来，我们进到按钮里，哦，开了开了，嗯。这个里面是哦，是这边的二楼，哎，哦，这边有个商人哎，哦，还有三楼可以去，哎，这边哦，对方。大炮故障中，非常危险，请勿使用。越说禁止使用，越让人有想用的欲望。这就叫男人嘛。哎，他要射对面了。哦，对，他是要射对面，出现一个洞，里面有什么？我去。哦，干嘛这样？嘿，哇，这颗火珠珠好大颗。啊！吹个风，哦，会烫会烫，想看要怎么办？中间吹，然后旋风吹，会会会。啊！吹过去了，吹过去了。哦，原来里面是罗城门。妈的！是第四个食材了吧？喂，黑天邪鬼的脚，决定味道的黑天邪鬼的脚。好，总算收集完四样食材了。太足足了！你一口气带回来这么多啊！有能耐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助手。还好啦，因为咱也在吉尔。鬼灯的肝交给了对方。好，四个东西都给了他，啦啦啦！奇怪，食材多一份。我爱陛下比海参。好，奇怪，食材已经全部到手，现在就开始料理吧。料理长味美，要上哦！请入我的真心和爱，为陛下献上味神了。
好像很厉害。终于做好了。为了将主菜的美味发挥到极限，这份珍宝般的前菜，垃圾风味污秽大杂烩一定完成。我料理人生的最高杰作，有了它，主菜奇妙甜的美味一定会倍增。快，不能让大蛇陛下再等了，到大厅去敲响美味之钟，宣告全菜的完工吧。那动人的钟声将掀开血之晚餐的帷幕。哦，前菜端上来了。哦，原来大蛇在上面哦。这样我们要跟他们一起上去。很凶很凶。喂、欸啊，好紧张啊！我稍微瞄了一眼大蛇陛下的御殿宝座，那气氛真是震撼。那啥，不好意思啊。能不能再帮忙把这搬运台开到你说的那御殿宝座去、啊？嗯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拜托了，我也很想去大蛇陛下的那御殿宝座，好好欣赏一番吧。嗯，就算你这么说，咱们大家都是在底层办的，要是随随便便进出当新辈，哇，一口吞掉，你真的不怕吗？出发！嗯，这目光闪烁着男子汉的决心。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成全你吧。这也是负责搬运台这边的命运的。哦，开上去了。这好像蛇的身体哦，一个圈圈。不过这也太远了吧。到底能不能这么顺利的打倒八岐大蛇呢？我们下次就知道咯。嗯，我在一块见集哦。如果喜欢这期的话，别忘了点一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